哎呀，这周围连个饭店都没有啊！哎，这有个卖火鸡面的，这做生意还睡着了？老板，老板，醒醒啊！嗯，一碗五块，自己拿，钱放桌子上。哦，这老板，哎，又睡着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哦，你睡着了，那就不要怪我了，我可以偷吃了，是不是？这家伙香啊，揍啊！这个二狗，让他看会摊，他怎么给我睡着了？嗯，怎么还有个人一个劲的在吃火鸡面呢？哎呀，好吃，真香！帅哥，这火鸡面好吃吗？特别好吃，美女，你吃吗？我请客。哦，请客，这一碗可是五块钱。哎，你哪知道一碗五块钱呀？没事，你看，老板都睡着了，随便吃，想吃多少都行，吃完就走。哎，来，给你吧。这就是你说的请客呀？对呀，快吃吧，不然老板他一会儿就醒了。你看我都吃了半盆了。哦，这都是你吃的？啊，可不是嘛。哎呀，算了，那啥，我吃饱了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等会儿，你不许走，还没掏钱呢。我说你这个人咋这么较真啊？老板都睡着了，你吃完就走得了呗，还让我掏啥钱呢？老公，你清醒，有人偷吃我们的火鸡面。谁？老公，你们俩两口子啊？好啊，你敢偷吃我火鸡面，赶紧掏钱，小心我不客气。别，大哥大哥，我掏钱掏钱，我本来就是打算掏钱的。行，一百也可以，我让你在光明正大的给我偷吃，胆子还不小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祝二位老板新年快乐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啊！我走了，走了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